哇，3月23，你妈祖，哇，比搬家还累。旅行遇见新自己，姨妈祖一年一度的活动在金瓜石劝济堂，从早上的7:30集合，8点正式出发，现在已经到了12:30了。大家要有默契，5个5个。全部有6个轿子啊，全部有6个轿子，在地前面2个轿子。而且刚好就是那一瞬间，这里面供奉有2个妈祖，关渡妈祖跟麦寮妈祖。来休息一下，真的太累了。